配备内外客餐厅都有，然后还有三房两厅。各位校长对我们海洋活动有兴趣的，可以请大力支持。我们现在看，这样慢慢的欣赏我们的大鹏湾，很漂亮哦。二次世界大战这边是一个水上海军航空队的基地哦，海军航空队的基地。我都一直说，海洋是我们的生命之母，所以要教导好小朋友，去保护海洋，就是保护地球，但是也是保护我们自己。安葵出界红树林范围的西湖区，这个也是台湾最珍贵的一个西南庄西湖呢。大航海时代，其实话荷兰人、西班牙人这样比较勇敢，他郑和下西洋的时候，各路拼搏，还各路厉害。哦，所以提醒大家，我们除了是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，都要靠水生活啊。这裙子那个就是海洋女神，对不对？那前方那边有一个水上教堂。那边有一只黄金黑尾鱼，那个就是主灯啦齁。红树林，这个大那样，对啊，那边那长那种介细长，啊，即马那长较大长。船长或舵手会帮我们锁定航向，那预备手、反手他会帮我们准备另外一个解前反的锁扣。那我这边是反手，以前我们都用电动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手动。好，我们就拉动。好，那前反打开了，慢慢打开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就锁定。帆绳夹这边就锁定，就固定住。现在我们风向是来自我们什么上方？上方上面有一个风标，你看哦。如果前帆变得砰砰砰砰砰砰砰，那就是顶风方向。要拍照的站在这个前面这里。出帆。好，出帆。对，把受力比较好收，好停。